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54面，354面。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此六度那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行，能到涅槃彼岸。这就是说明佛提出啊，这六个科目就是六波罗蜜。这六个科目呢，是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菩萨，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都是这六门成就的。啊，究竟自他坚立，我们把它分开来念呢，大家就清楚了。究竟自立，究竟利他，这是佛菩萨的大行呐！啊，能帮助自己到达涅槃彼岸，这就是究竟证得圆满的佛果，也能帮助别人到达涅槃彼岸。这个话说缺了，在大乘佛法里，我们要知道啊，不但是六道是病态，六道所有众生都是病态啊，就是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真正的健康，全是病人。所以佛是大医王，这佛经上唱着，佛用什么来治大家病呢？就是用的十善，三规、五戒、十戒、六波罗蜜。啊，这是佛的药方啊，法药啊。世间再高明的医疗啊，再高明的大夫治病，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啊。治本是什么？了生死出三界，这才叫治本呐！啊，只有佛能治本，佛法是标本都治。啊，你看，菩萨修这个六度，基本的条件前面说过，我们为什么修不成？当然修不成。为什么？你不具备它基本的条件。基本条件是远离四相啊！啊，修一切善法，这一切善法就是六度，六度就是一切善法。我们四相没离吗？啊，是在净中有绝妙的方法，信的人太少了，不信的人多啊。净中的妙在哪里？就是妙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这佛我们前面讲了多少次，讲了多详细，
这一句佛号展开来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来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尽的法门，把它浓缩成一句佛号。你只要念这句佛号，你就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法门你全都修了，你一个都不漏啊，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谁相信？没人相信。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的人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我叫人还假以不信。啊，为什么假以不信呢？因为你相信的程度不够，百分之百的相信，无量寿经就不要了。相信的程度不够，说叫你念经，念经帮助你正信。帮助你坚定的求生的愿望，你知道极乐世界太好了，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啊，变法界、虚空界最好的修学环境，啊，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没有受过，没有听说他讲极乐世界有什么病、病痛，啊，有人生病了，没听说过啊。啊，极乐世界有人死了也没听说过，没有病痛啊，没有死亡啊。啊，后面会讲到坛鸾法师给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十七种依报庄严，八种正报庄严。啊，这些我们都必须熟知的。啊，我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明白了，首先是自己明白，啊，自己不明白，贪念这个世界，啊，放不下嘛，没有别的嘛，贪念嘛，情执嘛，啊，远离四相。修持六度就对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把四相放下？该诸位说，就能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放下。啊，你真正能够依照大势至菩萨教给你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念上个三年五载，不知不觉的思想放下了，没想放下呀，没有故意把它放下了，自然就放下了，就没有了。啊，心里头再不会想到我了。啊，我的福报，我的病痛，我的身体，再都不会想这个。为什么？全想阿弥陀佛了。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通通没有了。啊，全心是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全部的心念，心念。这就是真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其余的都烟消云散了，
这跟阿弥陀佛同心呐、啊！啊，念这部经，念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同愿，同心同愿，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你的往生绝不在同居土，也不在方便土，直接就生十宝庄严土了。是我们一生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不敢？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啊，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是决定可以办得到的。你真立下这个大愿，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去迈进，跟诸位说，阿弥陀佛就天天在你身边，他照顾你，诸佛如来护念你，龙天善神保佑你，事出世间低等的好事，为什么不要啊？还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还自以为是，错了。菩萨自行此法，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啊，六度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无量法门。如果我们完全从大乘法里头来讲，布施，布施是放下，要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放下，啊，要把我们的妄想习气放下，啊，这个在大乘教里面叫法祸，法跟大乘合起来啊，戒律就是贤首过失讲的四德里头唯一有责。职业是什么？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世间人看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一切大众的好榜样。什么榜样？菩萨的榜样，真正修行人的榜样。啊，忍辱就是耐心，坚持，永远不变，永远不改，永远不失掉。啊，精进，精是纯而不杂。你看，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这是精进的。一门深入是精啊，长时间修是进呐。啊，禅定。心无杂念了，清净心现前了，智慧就开了。啊，智慧才真正是真法救主。啊，从自己做起，自己的真法救主，自己的真法跟如来的真法是一，不是二。啊，才能够普度众生。这是智慧的起用啊！啊，所以说菩萨自行此法，意味又一次法教导众生，故续云：教化安利众生。
啊，慧疏有解释，以道受人为教，成佛之道。传授给他人，这叫教啊。转恶成善呢，为化了。老师教导我们，教了，我们化了没有呢？所以，我们常讲教育、教学。佛家讲教化，这个教化意思深呐、啊。教而不化，没收到效果啊。啊，化就是转恶成善，转邪成正，转凡成圣。那真起了变化了。啊，教的功德出现了。啊，那为什么我们老是天天在学教而没有变化呢？有变化，不是往好的方面变，往坏的方面就变去了。越变越不像了，什么原因？没有原理思想，他就不能像菩萨那样变。阿罗汉变成菩萨，菩萨变成佛，那是往正面变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没有放下。没有把我放下，没有把对立放下，没有把矛盾放下，没有把冲突放下，所以怎么学都学不像啊。啊，所以我们从原理思想延伸的意思，放下自我，放下对立，放下矛盾，放下冲突，真正肯定认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相亲相爱啊，啊，自自然然关怀一切众生，啊，照顾一切众生，全心全意帮助一切众生，对吧？这是菩萨行的啊，所以你才能转。转恶成善，转迷成悟，转邪成正，转凡成圣，你怎能转啊？否则的话，你转不了啊。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啊！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个个都安住无量寿经。个个都安住阿弥陀佛，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你身体无论是什么毛病，啊，得癌症、得不治之病，自然就身体就好了，恢复正常了。这个是佛在
一教经上说的。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前面读过的。意思跟一教经上完全相同。止心一处，我们要能止啊，啊，这个351页倒数第二行啊，止心一处，我们的心性散乱性啊，一天的胡思乱想啊，止心一处什么？我只在阿弥陀佛，我想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止心一处。我没有了，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无事不办，阿弥陀佛能办的你全能办。那么阿弥这部无量寿经说什么呢？还不就说的自己吗？不是讲的别人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建立大心啊。啊，大心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叫安住。啊，安是平安的。平等安住啊。安就永远离开灾难了。离开危险了。该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使之转恶成善，发起大心啊，建立大心就是发大菩提心啊，发求生净土的心，发清净弥陀的心啊，安住正道啊，无量寿经就是正道，此道非是小道啊，盖为无上真正之道啊，无上者更啊，无有更能胜过之者。在一切佛法里头达到了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你找不到再高的了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跟一切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一日到七日就成功。你再去找方法，什么方法能够叫你一天到七天就成功？上上根人一天就成功。根性在顿的人七天也能成功，还有比这更高的吗？
还有比这个更快的吗？还有比这个更稳当的吗？啊，还有比这个更容易的吗？找不到了。越是殊胜的越容易。啊，出世间法如是，世间法也如是。你看在中国，中国学术的大根大本有一部经叫《易经》。易经是中国学术的根本啊，易也不难啊。啊，出世间法，凡夫成佛也容易，也有一部易经。这易经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更容易的小本阿弥陀经，易经啊。从圆公大师以来，依照阿弥陀经修行往生正果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啊，依照无量寿经的人还不多嘞。啊，为什么？无量寿经没有好的本子。看五个本子太麻烦了。所以大家呢都学阿弥陀经去了。啊，阿弥陀经尤其得到莲池大师的素抄，藕益大师的要解，圆满了。莲池藕益确确实实把阿弥陀经的精髓讲出来。啊，这过去我们都学过啊，不止学一遍了。啊，所以这个道是无上真正之道。啊，我们今天就得到在手上啊，不认识，不识货，可惜啊。啊，无上真正之道在手里，还去求旁门左道，这糟不糟糕？啊，这是什么？说明我们信心不够。为什么信心不够？不识货。啊，还以为有别的道比这个更好的。啊，别的道可以帮助这个的。这一桩事情，莲池大师讲得好。啊，莲池大师讲这净宗正住双修，念阿弥陀佛是正修。用什么来住住修呢？还是用念阿弥陀佛做住修。莲池大师说的呀，正住全是阿弥陀佛，别再找去寻找其他的了。说得好啊，说得太好了。净土论注，里面说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理，现在人讲真理，穷理，穷是到究竟啊。啊，对这个理已经达到究竟了。啊，性，性也是理。啊，性是本性，真如自性的。啊，净性，
你证的不是局部的，不是片面的，你所证得的是自信的全体。这叫穷理尽性啊，更无过者啊，你再想超过，不，没有了，没有能够超过的。佛佛道同啊，菩萨正道妙觉位，就是这个境界啊，穷理尽性，妙觉果位。这个果位的人住在哪里呢？住在常寂光，不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穷离尽性啊，还没有到圆满。还欠一点。真正到究竟圆满了，更无过者了，他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即果啊，究竟的果位了啊。他不住十宝土了，他住常寂光了。十宝土也不见了。十宝土的菩萨叫化身菩萨，只有无始无明的习气存在，其他都没有了。啊，他要求妙觉果佛的帮助，啊，有这么一个念头，那就是感。常寂光里面的如来就有印，啊，印怎么样呢？印一定现报土，发心身发心土，跟他们和光同尘，给他们做修学的榜样。啊，这是报土里面的化身大士啊，跟上根诸佛感应道交，下面就不必说了，跟十法界众生，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感应的道理，感应的现象，感应的善巧方便，我们无法思议，无法想象啊，说不出来啊。未成法界里面的众生有感，他应不应？照样应，他就在未成法界里头应。圆融妙极啊！啊，这一部经里头，这些信息都透出来了。这部经的经义，深广没有边际，没有底蕴。就是当人自信，当然我们自己的自信呢，是弥陀心性变现出来的。
也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我们的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是一，不是二。啊，学大乘，学净土，没有这个认知，你没办法契入境界。又华严大疏钞，就是清凉的疏钞，第十三件。啊，说无有能故者，故号为无上。啊，这是特别解释什么叫无上，没有能超过的了，到顶头了，啊，这叫无上。真者真实，无迷无妄，不简单的。什么叫真实啊？不迷了，完全觉悟了，这是真的，再没有虚妄了，这是实啊。正者与理无差越正，啊，你所见到的真理没有差错，没有偏差，这是真的。啊，又无邪无趣越真，啊，这个里面没有邪迷，没有委屈，啊，这叫真。又禅门解正法严藏之正字曰：正者是佛心之德明。这解释更有意思了。什么是正？正是佛心。此心彻见正法，故云正法也呢。啊，见正法的不是肉眼。不是眼识。也不是意识，啊，也不是阿赖耶，他们都见不到。是真如自性，啊，佛心就是觉心，啊，是你的本觉。马明菩萨起心论上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阿赖也是不觉。换一句话说，邪知邪见本来没有啊。迷妄邪取，自性里头也没有啊。这些东西是属于阿赖耶那边的事情，与自性不相干了。我们迷了，迷在哪里呢？迷在有自性不会用，完全让阿赖耶当家做主。
阿赖耶给我们安排六道轮回，我们就跟着他转。自信好比是主人，阿赖耶好比是你家里佣人啊，现在搞颠倒了，佣人当家做主啊，安排六道叫主人呢到了里面去。真是这样子啊，主人是真的，仆人是假的。我们错得太离谱了，没有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永远是迷而不觉啊，佛菩萨把我们点醒，我们才知道事实真相啊。虽然知道事实真相，但是仆人做主已经做习惯了，好像一下还转不过来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这个习气转过来，道理在此地。啊，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熏习正法，熏习的时间太短了，力量太薄弱了。啊，听这个奴婢的话了，听久了，以为他真的是主人，啊，有人告诉我们，一下不相信，还转不过来。啊，还是听奴婢去指挥，啊，听他安排，受他控制。如来称为可怜悯者，你自己本来是一尊佛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那不可怜吗？什么时候醒过来？那就要靠常识熏修啊，慢慢的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啊，真搞清楚你就真的转过来了。换一句话是，你就彻见正法了。彻见正法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你真转过来了啊，没真转过来不行啊。啊，这叫正法眼啊，教下叫正法眼，宗门叫正，这个正法眼藏一个意思啊。道理下面解释这个道，道有两个意思。第一，能通为一，像我们讲的道路，道路是能通之意。啊，从家地通到一地，
从一地再通到遍地，啊，道路啊，引申的意思。我们从凡夫能够通到菩萨，从菩萨能够通到佛，这也叫道。居舍论二十五云：“道义云何？”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涅槃城是比喻啊，涅槃路是什么路呢？是佛道，成佛之道啊！你循着这条路，你去走，你一定会到涅槃城，就是你一定能够证得大般涅槃啊！大般涅槃是成佛，小涅槃是成阿罗汉。啊，经中这是大道。这个道在哪里呢？就是一句名号，六字洪名呢。啊，那诸位一定要晓得，六字洪名里头，含是圆满的菩萨道，也就是菩萨应该修的，他通通都在里头。一心专修，没有杂念，就像那个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净念相即，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要净，用清净心。净是说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有怀疑，你的信心不正了，有夹杂，把你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啊，我为什么念佛？我念佛目的何在？念佛的目的是希望通到涅槃城吗？杂念夹在里头的时候，涅槃城就到不了了，功夫全被它破坏了。所以不能有杂念，不能有怀疑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对你的帮助就在此地。啊，把你的疑虑的念头打掉，杂念打掉，三昧就现前了。这叫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也叫一心不乱啊，功夫前身不等啊。经中说三个等级，
上品的礼业心不乱，中品的事业心不乱，下品的叫功夫成片。每一个等级里面又分很多很多等级，不一样啊。啊，读诵无量寿经，一心念佛，它会帮助你提升。啊，这个等级不断向上提升。如果四相没放下，外面诱惑来了，你很容易退心，啊，你很容易变心，又去搞名闻利养去了，啊，又去搞这些世间法去了，那就可惜了，啊，换一句话说，你退回去了，又去搞六道轮回了。涅槃路又迷失了。啊，这个华严疏钞里头讲，通知佛果，故名为道。第二个意思，涅槃之体排除诸障啊，无碍自在谓之道。这个说法也非常之好啊。啊，涅槃的体，涅槃的自体，是无碍自在的。他没有障碍，可是现在有了障碍了。啊，什么障碍呢？烦恼障有三种。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华严经上换了一个名词，叫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每一种都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啊，这些烦恼习气，自信里头完全没有。所以说，涅槃之体没烦恼。啊，我们把这些烦恼通通都放下了，涅槃之体就出现了，就现前了。涅槃之体，我们言语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不出来，我们的心思没有办法想得出来，想不到。这是真的，涅槃之体这一句话
在哲学里面称之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哲学家自古至今都在那里研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把它说出来。本体到底是什么？有很多说法，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只有大乘经上啊，用涅槃之体来形容它。其实这是性体，就是自性呢。为什么是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想？因为它没有形象。